吃好饭了啊，现在到房间休息一下。到你房间还是我那个房间呢？我房间吧。到你房间啊。哎呀，哪里都不好耍。还不如回去做个摆龙门阵。对，还是摆龙门阵实在一点，其他都是没意思的。这里有点吵哦，晚上。没事，他最多不过也就。这样亮一点。晚上应该十点过左右。这么吵？十点过。下面还在表演节目。啊，对，可以看到下面啊，还在表演节目啊。把窗户关了，太吵了，影响我们聊天。做做百合龙门阵吧。这个今天晚上直不直播呀？要啊。休息一晚吧。休息一晚。你播不播？我也你休息一下，我也休息一下嘛。大家都休息一晚嘛。搞龙个路易咋子？百合龙门阵，对吧？就简简单单的，就纯粹的百合龙门阵。可以啊。改摆这个赶车赶了这么远也累了，起码从重庆坐过来要坐一个多小时吧。坐的动车要不了。啊。动车要不了。嗯。都是好事情。哎，都不知道早点聊啥这个。聊我们明天干什么？明天干什么啊？明天。明天应该都是睡到下午起床呗，差不多一两天吧，都是下午在一起再聊聊天啦、啊，下午，对吧？喜欢吃烧白不吗？喜欢啊。那明天带你去吃烧白吗？啊，这个门就这样开着吗？那个门就这样关了。啊，你关一下嘛，你走关一下。哦，我走到后面啊。哎呀，心头方啊，你心头方不方？我不方啊。不慌啊，感觉心头慌得很。我不慌。要得嘛，我们这个看会儿电视呗，看会儿电视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这摆龙门阵也不知道摆什么龙门阵啊。我们看电视了啊，兄弟们。现在把婷婷送到她的房间了啊，我也回到了我的房间。然后我突然想起来，上次和她打 PK 的时候赢了她一双袜子。她出发前的时候，昨天连麦还问了她关于袜子的问题，她说她带了。我现在去她房间里面问一下有没有带，带了就拿给我，对吧？在休息吗？没有没有。那个上次不是和你打 PK 赢了你一样东西吗？哇，这里。啊，我专门带的。带了、啊、带了。你说要用这个密封袋装起来。哦，密封。好。赢了他一双袜子啊。我刚刚。你要拿起来裱起吗？那裱我放在家里吧。挺好挺好，大家看这个袜子挺特别卡哇伊啊。和婷婷一样特别卡哇伊。很好啊。好，准备要直播了吗？行。你播不播呀？我晚点播。你要播的话我还是去播。好，大家你要休息的话就都休息啊。你这个支架都拿出来了。你平常是几点播？8点。八点。嗯，也差不多了啊。现在几点了？7:50不到。那差不多了啊。差不多了。我再休息一下，在房间里面休息一下，我就准备要开播了。主要是这个，这个是啥呀？
那个痰就是治嗓子的，哦，我治那个嗓嗓子子的，一直都不好。我吃一口可以吗？这可种，以啊。我吃一口，还挺好吃，这糖。哎，这个糖不苦，这个糖还挺好吃。你这个指甲做的还挺好看的，特写一下啊，这个指甲，好看吧？贴上去的吗？这是涂的，然后涂的这，吗？我看一下了，等一下，我把袜子放下啊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涂的吗？都是涂的呀。就是你自己的手指吗？手指哦，这指甲是盖吗？贴的假的，对呀，假一看就的是假甲的嘛。片，我说自己假的怎的。么长成这个样子？假的。行吧，行吧，你直播，我也回去休息了。好，那你休息一会儿，直播我们可以一起。对，连线麦，互动一下互动一下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